声乐团所带来的非常精彩的三段曲目，再一次来为我们所有的复兴节，我们的伙伴复兴，在此向你们再致上最十万块的心意。在场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场的伙伴复兴们，除了有很多我们各村的村长所推荐的，以及还有我们的黄辉的代表所推荐的我们原住民的伙伴复兴，还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伙伴复兴里面有很多是一身戎马，我们所有的农民姐妹啊，还有在场我们所有的各位伙伴复兴，您一生当中为了家计，为了抚养子女，为了我们的家庭，一生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们所有在场的各位贵宾，是不是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跟欢呼声，谢谢我们所有各位亲爱的、致敬的伙伴复兴各位伙伴们，再一次辛苦您。介绍我们与会的贵宾，首先来介绍我们大会的主席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介绍之前，我们将我们的时间台、我们的场地来做整理一下。我们也欢迎所有各级民意代表，我们现场的所有模范复兴，以及我们陆续抵达现场的各位考卷们，我们请到会场来就座，谢谢您。待会我们来正式开始，我们要介绍我们与会的各位贵宾。